当然，我比较想拿蜘蛛，因为蜘蛛可以自己打到1-2。其实好像有一些阵是要天选仙灵悟空才能玩之类的，我有点非主流了，就未必那么强之类的。我集中6块钱哦，对，没有错，这边只要掉2块，我就可以开始存钱。当真要1至3开始存钱了吗？没有。QQ。还没有办法存钱，这边要掉钱，要掉东西。抓胚，我们先把战国上来好了，再上个战国，免得要玩战国。这边是可以存钱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如果掉东西，好像可以存；掉钱的话，可以存钱。没有掉钱。上先锋，所以我可以再上，然后上神社。啊，上神社。哇，他没有开始转。应该会赢。如果要玩战国的话，其实现在这是一个，这可以合法爆啊。啊，我们拿这个吧。搞不好应该拿这个，起这个拿这个，还是没有天选，其实有战国，OK。这边要存钱，气猴子吗？照这方向好不好？天选亚速，他应该要直接玩天选亚速啊，谁感觉我们打不赢？还是甩到吸血吧。我没有要甩到攻击，只现在蛮没有方向要拿什么的。啊，这个药是天选月光才能玩，这一定会换啊。先给大家吧。猴子可以卖哦，我们应该打不赢。OK，这个可以玩。而且其实我有点想玩这个，我要弃这个吧。
大爆炸，所以应该是斩华。什么？不是斩华吗？不是斩华？我应该上这张。哦，拜托给我一点钱。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玩雷文。他可以先拿啦。跟进。所以可以先合这个。这可以先合。所以四神社感觉是来给 CC 的哦。然后。主要还是雷文 carry 的感觉，然后四神社 CC 其实很够，虽然感觉很奇怪，可是其实我觉得提摩智芒的确是蛮猛的啦。我们之后会变六神社啦，主要 carry 是雷文跟镜，应该没有先送最后而已。钱打得赢，我老天！我想要复活甲，或是烧吧。双木蛇吧。听起来很好，可是好像其实不好。洗洗他。打不赢，看他不是被智盲了吗？投他标。有点早哎、欸，我是想可能就直接先攀八了吧，这样不会很怕二杀死吗？哇，他竟然没有开出来。战战，
感觉装备真的很强，就是了。我拿大剑了，我看。啊，蔡森森这首。感觉很小，我靠！感觉守皇帝，可能要先上这个，那我先不上谁啊？这些问题都好难。我们先上他，来累积一下层数。真的掉一个复活架出来，还行。推酒把它换掉，然后上雷文吗？Oh my god！ 赞，超怕阿里。我应该上九再来找吧。Oh my god！ 来吹哦，吹这个。Oh my god！ 爆了！大爆炸！差一点点哎。研究一下到底要怎么摆。可能不应该给他这件装。
来。你好。我现在甩干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好东西。行。有没有找到比较好的东西？看，好强哦！什么鬼啊？到底什么鬼？怎么这么强？主要是技能在做伤害，雷文才一星而已啦，不能跟他要求什么。Okay, 皇帝站在这边比较舒服一点哦。好像东西都几乎都融化。烤他。他们会花一点时间处理这个，一点点而已。看看，搞不好是转战国吗？好像是转战国。兄弟加油啊，拜托拜托。啊，这不应该摆这吗？他有换边吗？哇，输了！他这是三星啊，我其实有点需要阿奇的两星。爆炸！应该要过来吧。我需要尼克邦啊。我知道尼克邦要求有点多。我要确定，好渣，没办法，后排还是太软了。啊，应该会反回啊，所以应该还是会喷到我。几乎防不了，啊，还是换位。哇哦，吃鸡了吗？
吃鸡喽！感谢他。我不知道，这我也没闪到雷文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那里直接买雷文是不是对的啦，搞不好那样是错的。不过之后也没有再甩到，然后也没有再甩到一个阿奇了。好啦，算是一个蛮神奇的阵容吧，六神社是很熟，赞赞。